大安区的鼎安社区连续第三年举办国际志工营队，吸引来自法国、西班牙等九位年轻志工热情参与。有别于以往只在社区内施作彩绘特色墙，今年社区特别带领志工前往海边进行河口生态调查，除了记录各种动植物之外，也希望透过外国青年的视角，一起激荡出在地生态旅游的创新想法。对照手机荧幕的照片，仔细画下贝壳的特征。来自法国、西班牙等地的九位国际志工，发挥各自专长，脑力激荡，把海边记录下的动植物生态，透过绘画以及桌游等方式，呈现出大安地区丰富的河口生态。At the time we were drawing it, we were like telling the histories of them. 在画的过程中会了解到这些螃蟹可能历史，还是它的外表，或者是它们出没的地方，这样子。不只是螃蟹，还有贝类，还有其他的生态，所以他们真的学到很多很多东西。So we did a memory game with the crabs, the shells, and the plants. 然后他们设计的这个游戏是一个记忆游戏，然后里面的东西就包括有贝类啊、螃蟹跟那个植物，都是我们生态这里的东西。希望做这个东西可以让小孩子玩，也可以让游客有更多的资讯关于我们这里的生态。通过这些观察，他们会汇集成一本就是手册，这样子来描述这里的生态环境。然后另外他们也有设计相关的游戏，还有一些 DIY 的活动，然后排成一个行程，然后让以后大家来鼎安玩的时候可以照这个行程去认识鼎安。大安区的鼎安社区连续第三年举办国际志工营队，有别于以往只在社区内施作彩绘特色墙，今年特别带领志工们前往海边进行河口生态调查，除了记录各种动植物的特色外，社区也希望透过外国青年的角度，一起激荡出在地生态旅游的创新想法。因为他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懂，然后就是从互相的交流中，然后可能跟老师的一些互动中就可以发现说他们其实对这些生态其实是很关心、很关注、很有兴趣的。国外的学生来到这边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说我们社区的以后的这个生态旅游的行程怎样来规划，那就是也作为我们明年度起我们要推展这个生态的深度旅游的做一个准备。在社区方面，我们今年度非常的特别跟我们的生态结合，所以我们会产制一本跟大家完全都不一样的生态记录，那对居民来讲这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社区表示，这些搜集到的河口生态资料未来也将出版成生态地图，期盼透过行销推广打造成深度旅游路线，让鼎安社区的生态之美能够被更多人看到。记者陈博翰台中采访报道。